各位，我发现一个东西，现在购买 Samsung 最新发布的 Galaxy S23 系列是真的可以扣到快1100块耶，整理了一番，这样子买是最值得的。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价钱表，哇，怎么差那么多的，不理，先选我要的。哇，原来还有免费拿的东西啊，高达500块的容量升级，就是说你花 256GB 的价钱买到 512GB， 好抵啊。还有400块的 voucher 选免费配件，新手机又新的配件，赞。再来就是要用我们 Zing 的优惠码，就立刻扣200块，对，就是一直在扣，就是了。然后我这里看到是啊，如果你是在线下门市或是官方授权的合作门市购买的话呢，是可以获得高达458令吉的免费配件，但是线上才会有我们前面讲的 Zing 的独家折扣200块啦。OK， 就这样子。假设我买这台 Galaxy S23 Ultra 512GB， 原本需要6199，现在只需要5499，就和现在的 Galaxy S22 Ultra 512GB 是一样价钱的。世界！买 Galaxy S23 Ultra 加另外免费拿的东西和折扣，整整就省下了1086块，是不是省了快1100块嘞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讲完。如果你还考虑买 Samsung 指定的配件，比如 Galaxy Tablet、Galaxy Watch、Galaxy Buds 系列，或者是 Samsung Care Plus， 也享有 30% 的 discount， trade in 换新机，还可以再获得额外600块的回购啊！那 Samsung Galaxy S23 系列预购就是现在到2月23号罢了，优惠那么多，快点 share 给你要换手机的朋友啦 ！OK， bye。